好，所有亚太地区、大中华区还有非洲，所有的杰斯家人们，12周年的巡回年会马上开始了。按照我们的当地时间，在这个周末就马上开始了。我想问大家的是，不单单是你会来参加，还有是你又会带动多少团队的人一起来参加这一次的这个博览会？而这个周末就是领导人出现的时候了。为什么不是你呢？而为什么不是你的团队呢？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燃点我们的热情，点燃我们的希望，点燃我们比过去更大的这个愿景。这个周末呢，我们将会准备让杰斯到一个全新的阶段，这个阶段会让更多人实现梦想，让更多人改变生命。我们会让整个世界去改变，我们作为一个团队，我们会改变这个世界，所以我们会燃点很多的梦想。所以这个周末一定要欢迎你参加12周年的这个环球博览会，让我们一起来参加，让我们一起庆祝成功，庆祝我们的将来。